看看智商超越边牧100倍的狗狗是什么样子的。把后面6个圈圈都套到头上。都套上了，这么厉害啊，放下。真棒，思思。帅帅，你把后面的书架给移点出来。听到没有了，小帅，也思思不要动，小帅去把书架给拿过来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思思啊，来，把书架放好。大家看着啊。看看拉布拉多犬的智商到底有多高，大家看着。他现在在动脑子，在调整方位，大家看着啊。十四，来拿2个圈圈，两个，十四拿2个圈圈，放书架当中，放书架当中。好，十四来过来，把小圈圈拿起来，小圈圈，十四，小圈圈，听到没有了？小圈圈放到书架最后面，啊，放到书架最下面，爷爷讲错了，最下面。最下面，十四啊，过来，剩下3个放到书架最上面。好，把所有的圈圈全部放上去。厉害，真乖，哎呦，看看我们思思的眼力见，这才是真正有眼力见的狗狗，啪，后面掉下了，马上啪跑过去就捡起来，真乖，思思。